主料：黄瓜200克，枸杞30克，辅料：独角蒜、盐2克，鸡精2克，油5毫升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黄瓜、枸杞、独角蒜备好，黄瓜切小块，蒜炖泥，枸杞泡发洗净待用。锅下油烧热，爆香蒜泥，然后把黄瓜放入快速翻炒，放入枸杞、盐和鸡精，翻炒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炒黄瓜不能完全炒熟才好吃，整个过程不超过1分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